个网友装修时发视频询问家人们凹进去这里装修成啥比较好，结果引来无数的装修天才建议做猫屋的，做老公禁闭室，装个自动售货机，开个蜜雪冰城，放绿植，村头爸妈情报站，开个迷你 KTV 啊，搞成读书室，盖个地铁站，做个开放式卫生间，办成旅游景点吧，一个字，绝。